现在是早上7点，我们要冲出门去搭高铁，今天要前往彰化鹿港。就赶不上，太恐怖了。下来。超好，跟台北是两个世界。超酷的。原子芳龄，也无法翻阅的往事，而我就这样迷失，被遗忘的是。代表我们鹿港的精神。黑狗，黑狗，原来吃不到哦，就这里有而已哦。是，还有我们鹿港的特色小吃哦，就是羊肉卷。活动结束，我们现在要返回台北。这个是郑梦烈啊，伴手礼哦。哎，对，哇，感觉可以去摆摊。叫什么玩？偶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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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是鹿港蛮有名的，是吗？猴子做的鱼头吧？鱼头，他刚说什么猴子？好了，哎，谢了，辛苦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Several days later. 好的，好的，我们现在终于顺利抵达了现场，而且是准时到达哦。虽然路上有经历一点点的塞车，但是我们还是顺利的来到这个现在很热闹的现场了。而且果然每次都跟北部的天气非常不一样。便当开箱，除了便当以外，这边竟然还有法费甜点区。
区，超夸张，好棒哦！鹿港的风吹过来是舒服的，而且我那个11月16号我要报名露西耶，好了，帮我送去，你要报名哦，一桌才4000块，那么好吃，真的受欢迎，原子玻璃。帮你，耶、yeah, 欸！这个照片，1、2、3，耶！世界逐渐在改变，时间眨了眼，青春失去了知觉，而你变成了谁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欢迎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大家我们就下一期见喽，拜拜。